他们把北门这边都封起来了。他们本来刚刚这边有还蛮多的，有小丑什么的，但现在都熟了。然后他们现在在那一边拍。我们今天在拍豆花店的片，他们现在正在拍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点东西来吃，给大家看一下实体长什么样子。不过这家店豆花店其实非常有名，所以大家也该可能吃过了。然后它刚好它的就是马吉芋头烧，真的是我最喜欢最喜欢的一个。我们的甜点就好了，我们是跟来甲第一甜点一起，因为我们都在北门这一圈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在圣诞节啊，或者是过年的时候，可以有个美好的回忆。这张券呢，可以去换他们的招牌银耳汤，或者是蜜头马吉烧雪花冰，有钢印才有效哦。其中有一个桥段是用我即将新出的一个这个漱口袋，就是我之后的面膜都不会有盒子了，因为就是我们想要有环境友善，可以装一些化妆品啊，或者是环保餐具，或者是出门你可以带的小东西都可以。以后耳环也是用这样子环保漱口袋。不行的，看起来很不会，有没有？这后面是大了，我现在拍完，也许要再去上拍。然后花花要吃了，但是你至少可以感受一下差别，可是它会有个紧张。要吃吗？真是太好吃了。有入戏吗？有，最享受的一个工作。这个镜头很好，就是它很稳，因为它有双防守的，所以相机本身就有真的很好吃，是真的很好吃。你可以放在手机，它不会晃，但它的景深就很天哪，太好吃了吧！像这个，像这刚刚，我觉得我没拍镜头，我更自然的。对啊，啊，就直接这样子跑不同的地方，然后你剪的时候就会有这个角度，这个角度，这个角度，它就很动态的，不用切了。真好像要开始拍了，因为他们需要人坐在那边，是因为他们从那拍过，他们需要那个背景。Here comes the moon, held by